大家好，我是黄佩嘉，很开心可以入围 Family 闪亮星电视大赏的最受欢迎女演员奖项。好，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跟肯定。那这是一个催票宣言，所以希望喜欢看我演戏的朋友们可以上去帮我投票。那谢谢你们，想知道更多关于我的消息，请上 Facebook。